笑容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别客气，应该做的。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做了那么多错误的决定，你还对我跟玲玲这么好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谁能保证永远不犯错？况且你是情有可原，一切都往前看。魏巍那边是不是还在找你？我一直都很小心谨慎，你放心吧。我联系了新加坡那边的专家，你带玲玲过去看病，等病治好了，欢迎你重新回研究所。谢谢顾教授。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，其实是魏巍和赵总在进行违规实验，但没想到的是，隋总竟然也牵扯其中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再待会儿。嗯，谢谢顾教授。好黑啊，前面什么都看不到。不会，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，一切都会充满希望。是啊。严墨，我知道你得病的事情了，我会尽全力加快实验进度。不用为了我可以加快进度，我希望你安安心心做研究，这样才能真正帮到我和千千万万的学业病人。好。看，这是流星。像一步一步，我好像永远停在这一刻，好幸福。繁华满路，抵不过你一个笑容，贡献了黄。